卖报卖报！刚出刊的报纸要来一份吧？好大的胆子！图帮都敢闯！嗯，你是白莲教？<笑>年轻人要懂礼数，怎么一死？ 先走一步了啊！等一等，把头蒙上，外面很多记者。这就是红衣邪神大公子，龙下教你来救姬卫大帝了。 属于你，忘记了吧？说起来，自己女朋友特别没人好。没出息！明天的继位大典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问你，江湖之大，卧虎藏龙，如果你遇到更邪恶的对手，你怎么守护天下苍生？我对我的拳头。 是有信心的，过两招。我算了算了，我老了。嘿，老规矩，不放香菜呢。哎呦，二公子没来啊？不必了。 您瞧我这慧眼啊，二公子已经没了。放下，我弟他还在呢。爹，我弟失踪了这么久，他在外面受了多少委屈，你就不能原谅他吗？我能。罗刹教，能吗？都是一家人，你说能容谁能说个不字啊？
我们要死通黑与灰，叛变罗刹教，按教法，要诛天地。爹，记住，明天你的继位大典，我希望不要有一点差错。 神奇，未免也太素了些。明日罗刹教继位大典，罗刹面具即将重现天日，不如让那父子俩为我点亮心意可好？让开，让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啊！ 父亲，我恳请暂时终止大典。这大典起，日兴起，光明号。大少爷，别闹。 圣，圣，接。
我拒绝。父亲，这位置应该属于弟弟。你还想什么？把那个叛徒拉下去，罗刹家法，要罚一起罚。老邪玄，你是真的老了。你中了我淬炼的剧毒，一旦毒气攻心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。小心啊！走了，大哥，大哥，走了！赶去投胎呀！真是。师父，你先不要运功，否则你体内剧毒就会爆发。
现在只有那儿可以治你的伤，江湖人称为龙屋。他那里藏着绝世神功降龙十八掌。你拿着，兴许对你有帮助。走吧。走了，今天谁都别想走。走，妖艳的小贱人，你有完没完呢？毛奇，老娘我喜欢你，管得着吗？哼，八卦有龙掌。哼，赤烈心诀，既然认识就应该知道你命不久矣。不可能，神门魔宫不是被降龙十八掌诛灭了吗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师父，快走，走啊！
把钱还给我。江湖救急，点个饭去。哎，少年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知道你来干什么，但你得先治伤，不然你啥也学不成。别忙。替我们老板美言几句。我们老板娘跟他来是针尖对麦芒。我们老板娘眼光高得很。老头，很忙，找我聊天是要收钱的。我鸽子，你觉得我还有钱吗？哎，这个值钱吧？这个就我的了。哎哎哎哎，你有病去医院啊，这里可是大饭，想学飞看我的。怎么样，二位他还可以吗？那二位慢慢吃。再来个雨龙煎锅。煎锅得嘞，龙煎锅马上就来。还磨蹭什么，飞来飞去不要钱呐。钱呢？真香，好酒。二位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没了。那二位请慢用，水席就不陪了。最后一道菜，快点啊！知道了。舍得买龙溪酒，半只脚都进坟了，浪费。哎，食疗啊，不比杨真所差。
站住！今日份的我，亮吗？威龙巫医美，黄老板娘，都不害臊。行了，干活去吧。黄老板娘。雪溪，把门关上。我说在里头关。
太臊啊！放过我吧，老板娘。小阿飞啊，你说呢？放吗？对，对对对，阿姨你说的对。什么啊呀？叫姐姐。送我的吗？真巧哎，你看看，刚好一对儿，真漂亮。啊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……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吃了我多少的好东西呀？把好东西全吃在你肚子里头了啊！现在守口如金了吗？雪溪，来，这个人呢，我就交给你了，直到他把债还完了，才准放他走。你也是一样的。你除了赎身的钱之外，还得再交一份份的钱给我。你怎么不吃了我呀？白纸黑字，擦不掉的。除非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，趁着夜色离开这里，这债自然成了无头债。我不走。你疯了？你拿青春赌明天。我没有明天，我只有当下。那行，最后一条忠告，切记，四楼是禁地，千万不能上去。你答应过不伤我父亲的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那你觉得我为什么会帮你呢？你派出去追我大哥的那些船都下落不明，没有罗刹教的帮忙，你想要找到那个面具啊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哼，那你最好快点，我最缺的就是耐心。在这里干嘛？踹踢呀！哎呦！
不是这样，你看锁鸡猴啊。三次，柳叶柱、文火谷、天寒诀，装盘起送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啊！姐，这都是大洛神仙喝的酒，我们老板说了，给您的都是最好的。您看，约会这事儿，真是讨厌了。最近我皮肤敏感，不能见人的呀，哦。听说这是能解百毒的药酒。江湖救急，改日加倍还给你。产生幻觉了，我正在帮你排血放毒呢。哦，你这是什么造型？挺时尚的。他居然有毒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是你。冥龙屋里真的有龙。龙什么龙啊，出现幻觉了吧你，把老娘的酒还回来。你们都激我。哎，刚才那位逃跑的女孩怎么似曾相识啊？是吗？
偷喝就偷喝嘛，还串着，那也解不了你的毒。我不赔给你吗？怎么赔啊？那可都是我的美容酒，你必须得还。这样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围龙屋的送餐服务由你一个人负责。嘿，正好三楼香精阁有贵客点菜，就交给你去送吧。来，这可是龙泪汤啊！不仅你是食材，就连那个碗还是价值连城的。如果说你打碎的话，我要你的命。哦，不行，我的内力被朱雀的毒封住了。成心的吧？啊！只要经脉打通，你中的毒随时可以运功化解，只是仍然有残毒留在心脉，关乎于生死，我可救不了你。能不能化解，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竟然送菜吧你！谢谢老板娘。菜都没拿，嘚瑟什么呀你？是你啊，没病就不能解解馋啦？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你都写在你脸上了。那我现在在想什么？想要回你的钱了？嗯，花了。嘘，别把他吵醒了。围龙屋真的有武学秘籍啊？你不是都看见了吗？那你怎么把我带进去啊？封条都没拆，被困着呢，困着，困，困，只有内情，外情啊？嘿嘿嘿嘿，我哪知道啊？反正啊，是旁人都不能练，你可以，嘿嘿嘿嘿。为什么？因为。你就要死了！臭小子，往哪儿跑啊你？啊！人是我擒住的，我欺你三。这婆娘，你说什么呢？我现在就说你杀我！人都跑了，还不赶快跪呀！啊！臭小子！
我是来保护你的。大隐隐于市的回龙女黄夫人，小心！你们打我朋友！放心，你很安全。对不起，只有杀了你，我才能活下去。别说话了。为什么你要来这里？看来他们已经发现我了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我一定要练会降龙十八掌。逃一辈子也不会让你们找到我。想不到小姑娘你也能看到我，除了你跟那小子，别人可都是看不见我的。上夜色真的好美啊！啊，夜色再美，也没有老板娘美。我最喜欢你说实话了，你知道吗，水西啊？天下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，知道吗？跟我化妆去。啊，我不。你逃不掉的。把碗通通洗干净了才能休息。我来这儿不是来洗碗。哟，你看看你，
是你欠我钱，还是我欠你钱呢？啊，少爷，我告诉你，哪一天把我的债还清了，我立刻都让你走，我一天都不想再多见到你。哎，在这里吃我的不要钱呢，穿我的不要钱呢，都是钱。我美吗？嗯。那是我救命恩人给了我的。那他人呢？不在了。我欠他一条命。贼心，没贼胆。那龙是我的幻觉吗？是啊，不然你以为呢？啊！我说你呀，偷吃龙眼，偷喝药酒，你练个功，看到条假龙。啊！别给我说出去啊！啊！
这里是围龙屋，要做生意的，没有龙我围什么呢？我围你呀、啊，啊，我围你呀、啊！我要练功。练功啊？真要练功？臭小子。围龙屋，你在这儿绝对安全。老板娘厉害着呢，我给他们100个胆。黑羽会的人都不敢过来抓你。把你的印记藏好了，做一个简简单单的普通人。去跟这家主人问声好，免得我们见面又吵架。哼！喂，我看你们这儿缺人手，我才帮你的忙，累死你。侠女，那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？等你的印记亮了，你就会安全了。哎，我会帮你打败他们的。哎，
回龙屋的规矩，写歌闲吟。不过，你怕是保护不了他多久。说话不要太满，赤练心诀并非无敌，若能见龙，必能胜利。又不是我要他的命。父亲，原来一直是你在保护着他。为什么？亲生骨肉却得不到父爱，为了一个养子，竟然不惜牺牲你为代价，可悲啊！你住口！父亲，师父在你心里从来就不曾有过我。父亲，答应过不伤害我父亲的。跪下！你敢！父亲，父亲，我只是想要你心里有我。你是我最在乎的人，离我最远的也是你。弟弟，坐。父亲呢？哥，跟我回去吧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过几天，练成了我自然会回去。来不及了。你还没回答我呢，父亲呢？上菜。随心，李姐，上菜去。急的。大哥受累了，当弟弟的。我得把萝卜送进去了，一会儿老板娘又该着急了。没其他事儿，我就不陪了。我抢了大哥的位子，大哥不高兴了。好，吃饭。
钱真好。大哥，只要你死了，爹就能活。什么意思？不愿意啊。您的菜齐了，这是我们老板娘精心准备的爽口凉汤，请您细细品尝。站住！这是你的小费，拿好了，别再来烦我们。是是是。您放心，原汤配原料最对味，就是可惜了，这个丸子坏了口味。丸子，丸子。适合你啊。墨鱼乌贼，你忘了我不爱吃海鲜，这贼子还是还给你。哎呀，好，喝酒。爹在等你，可别死了。放心吧，别走火就行了。不懂得怜香惜玉，我呸！这里老娘最美，哼，粗俗。
我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没想到你跟他们一样愚蠢。真是个听话的好姑娘。答应我，杀了他，你就放了我。你在外面待的时间太久了，只有黑羽会祭坛，才是你的归宿。跟他们不一样，只有效忠黑羽会，你的生命才有意义。八掌，赤炼心诀。如今我便是全天下最厉害的人，黑羽大业指日可待。
这是哪儿啊？须臾之海。我是死了吗？你没有死，正好相反。那你是谁啊？对呀，我是谁？我都想了几百年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是谁啊。啊呀，头疼！啊呀！白给你那么多体面了，竟然输给了小朱雀，蠢材！放我出去！这片天地就是你的，一年你变成天下无人。我是想找回我自己。为我的家人报仇。对，我出去就能把小朱雀的脑袋给留下来。你是我体内的武学之魂。我不是，我无处不在。哎呀，有趣儿啊！你在围龙屋练功，不但解了小朱雀的毒，还重塑了经脉，加上水蝎的一刀，正好打通你的任督二脉。真正领悟了降龙十八掌的奥秘。这片汪洋，但凡能窥探一眼，你便会有质的飞跃。如今赠你一眼之缘。答应过你要保护你，还你自由。我要让这些魔鬼知道，命是自己的，谁也夺不走。这是我的东西，你杀我家人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狂妄！你会的我都会，拿什么赢？小心！
佩西，你赌错人了。一掌便可降龙，何须十八掌？都结束了。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地方重新开始。那我怎么找你啊？你的功夫好酷啊，就像真的有一条龙一样。